问问大家啊，在过去的记忆当中啊，那春晚舞台上给你留下印象最深的流行语有哪些？打败你的不是天真，是吴邪。是沈腾的一句名言。沈腾的，对对对。观众朋友们，我想死你们了。这是冯巩老师的一句名言。最难忘的肯定是那句，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我们明年再见。因为每次听完这句话就得去睡觉了。